今天来这地方也有特别任务，而且呢，今天任务呢依然是我们的网友来帮我们决定。解释一下哦，我们等一下两队出来，然后我们各抽一张来比大小。你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靠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他把你打架了，打架是不是？打架是不是？队长，队长拿了，你不要碰牌啦，碰牌你看了，不要摸啦，要眯一下，要不要眯一下？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。剪刀石头布。干嘛？来，我选。不要抽点数太小哦，你们。还有偷看啊！快！啊！太好看了！还可以偷看哦。变得那么开心。等一下，一最大还是最小？最小。最小啊！最小对不对？这样，数到三，一起把它发头上。啊！一。要发头上哦。四、二、三。哈哈哈！快！好，我赢了。我不要看了，我再换，我再换。换你屁！你只能一笔卡是我们的啦，公平公平，太公平了，还可以抽，我抽我抽，来干嘛？这是名字，亲亲亲的人，的人找亲亲来找亲亲的人，亲亲的人，亲亲亲的人，亲宠物可以吗？他将那个小朋友那种壁纸掰啊，然后还是传讯息，有个亲亲的符号，亲亲啊，要不要看一下是谁的？有点 Robbie 菜 ，Robbie 菜，找亲亲的人，亲亲的人，好。找亲亲的人，我找到一个女生，然后她跟小阿哥说“万万”，这样算吗？算啊。那有给啊？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刚刚你说怎样？擦护唇没有？自拍没有？擦护唇膏这样。嗯，再来。这样不算，这样不算。就是要给一个，要给一个，要给一个人。还需要对象。就是要传达他的亲情的。对的，对的。好，要有收到。OK， 今天的任务找亲亲的人，冠军任务一决胜负，那就。哦。这个找女生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找女生，不用讲那么多。男生没有男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那边，这边你看，做出这个很，比如说你看，哎呦，耳不耳心，耳不耳心，非常。两个女的好朋友，像你常跟你女生朋友亲亲嘛？对，对不对？亲到会耶，他超爱跟他女生朋友亲亲的，他跟他女生朋友亲亲，亲到舌头会伸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我都好想男扮女装，假装当女生朋友。他眼睛没有瞎，他应该不会亲你。他没有，每次都没有成功。对，正前方是有两个是男的女孩。哎呦，追追追追追！嗨，你们好。可以跟你们聊一下，是你的闺蜜吗？还是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？你们好，认识八九年。八九年，八九年。哎，那你们多久讲电话？每天都在。几乎每天就是很好的姐妹啊，还是姐妹。等等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们要开演讲会。我觉得他们感情够。这么牛，就是你在进来，就已经很答应了。对啊，他们感情够好，而且八九年了，熟到不能再熟了。对不对？亲亲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，亲亲是生活小习惯嘛。对啊。你怎么认识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。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？观众一下一次吗？啊，你讨厌啦！哇，好简单，观众过来，我们要乱入你的生活，请问现在要干嘛？我们要去滑雪。从这样子怎么去滑雪啦？装备在学校里面。学校在哪里？不会在哦，我还以为不会在合欢山上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找年纪太大的人是没有办法的，他们的热情奔放都会藏得比较心里，往心里走，比较不会那个。找情侣就对了，背影像不像情侣？像。嗨。Hello。你好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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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，Hi， 你好，我们是卫视中文台的冠军任务，要不要 say hi 一下 ？Hello。两位是情侣吗？啊，对。对。在一起多久了？啊，半年多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工作上的人。什么工作？我们是做网拍的。哦。等我一下，我们来咖啡一下。半年。然后你看哦，在镜头前还敢这样搂我抱抱？这样对，一直这样。试一下，搞不好我们可以拍到一些不能播的。对，那我们刚刚会在路边，是不是？好，决定了吗？两位，我们即将乱入你们两位 model 生活，请问现在要干嘛？去哪里做什么事？去看电影啊。看什么？看电影。那我们就跟你们去看喽。好吧。那个另外一边好像问到一个情侣了，要去看电影一样。看电影，你要去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跟你说，看电影会亲亲，你看电影会不会亲亲？我看电影，我看电影一定亲。对，你会不会牵手？我看战争片我都亲。我看战争片，还有闪，我最喜欢在那个哒中弹的时候进门。重点就是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神来一笔卡。没错。对，神来一笔卡。可以吗？看电影不一定会亲的。一定亲。看电影一定亲。上期答案的就是
你叫我们不要用。就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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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。所以你的平常只是太不要做太多。对，就是你。我那时候是建议啊，我们有人做，就是你的建议而已。我们要拿出来用。好来，继续吗？耶，我们不要听你的话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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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签，为什么？因为对方知道你的行程，然后就私下生了一个。啊，行程就用，不是，我想要这么好的行程，帮我，帮我马赛克。我们被另外一对阻挠了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更重要的任务了，所以他们的神奈比卡用完了。好的。什么？河豚拼盘，找路人合作，用屁股夹住飞盘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我来丢，很简单，我丢，很简单。你也要夹住了就过关，然后没有夹到的话，三次机会都没有夹到的话，就换下一组的。那你们三个每个人都要有成功，这个任务才算结束。哦，这要算时间的，这要算时间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找人。先要找那个，哎，对对，就是你了。我跟刚差不多。就是你了，不要跑。我们现在要想邀请你们跟我们玩一个游戏，而且你们一直玩好船，我们要玩加飞盘。对，树人河豚比赛，我们首先找到是台科大的同学，加油啊！好嘞，第一发，树生球，树生球，你干嘛一直打他？这是讨厌的，可能屁股太大了，屁股太大了，好了，够色了，有，有。一、二，对不起，你为什么要打屁屁？对不起，你为什么要打屁屁？最后一次了啦！谢谢，谢谢。所以你们都好，都准备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很开心吗？哎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，对不对？钢铁人，很开心嘛。哎，你们都有很好的装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搞起来了。我没有，没有我的鞋，没有鞋，没有我的鞋，对啊，教练没有我的鞋，对不对？是没有。教练，对，没有我的鞋是正常的嘛？你至少给我一个安全帽吧，我可以戴个安全帽吧？好，我找一下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安全帽？可以。不用找了，我有了，找到了。太气了，自己长那么大，自然告人家。好看吗？好像也戴不下。可以。哎，你要戴上面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可是你这上面不是雪啊。这是一种地毯，那它像有点像跑步机一样，会把你往上带，就会像斜坡上滑下来的感觉。所以是完全百分百一样的状况。对，完全。OK。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，轻轻半抽，朝向前方。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怎么一直很干。哈哈，笨哦！请转过来面对我。好，现在我们把板子，你的板子后面稍微打开，稍微成一个三角形，前面大概留一颗拳头大小就好了。好，把你的小腿，现在把你的小腿往内压，你的板子会翘起来一点。这是刹车。那你把这个后面三角形再打开大一点，阻力就会越来越大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我上了。哇，厉害啊！我上了耶！真的耶。我要下了吗？不用不用，上到最上面再往下走。好，现在把你的板子到最上面的时候，把你的板子放低。我会耶。哇，小茉莉可以哦，小茉莉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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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金啊，你不行啊，再危险危险，弄倒弄倒。你们要吃脚。会疼。你是吃西餐的，你是吃西餐的。我来，你不行啊，再危险危险，弄倒弄倒。你们要吃脚。
Can you speak Chinese? No. No, where you come from? From home. We are a TV program show. And we need to play the game. Game. Can you help us?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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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 Test one. One, two, three. Yes! Yes! 你是吃西餐的，你是吃西餐的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们往外面走也可以的，来来来。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我们不是诈骗集团，是台湾人吗？香港来的。香港来的。OK， 我们是台湾的电视节目卫视中文台的节目。哎，卫视中文台在香港也有播。OK， 我们可以跟你玩个游戏吗？好不好？危险的吗？不危险，绝对不危险的，很安全的。王太太 VS 我们的大屁股小杰。One, two, three。啊！差一点。快快快！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一。三二三三二三，成功！好帅！换我跟你了，好吧？加油！换我跟你了，来。香港的王先生交给你了，还是交给我？有，我怕我今天我进火影。还有两次机会，他们两个的姿势好不舒服。对不起。一起打他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我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多谢多谢多谢，拜拜拜拜。谢谢。好的，现在要进行的就是滑雪虾拼 A B C， 这个游戏非常好玩。怎么玩呢？上面我们看到有八个盘子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英文字母，这两位选手就要滑上去，拿了那个英文字母呢，赶快滑下来，把那个英文字母给我们哦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开始拼，排列，开始排列组合拼这个英文单字，还可以念出答案。所以呢，谁先猜到这个八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字，谁就赢了。好难哦，输了干嘛？输了干嘛？输的打脚底板。啊！这个整个字母从头到尾已经顺序非常好的排好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拿到第一个最左边那个第一个英文字母，你就比较有机会赢。我们要猜拳，来决定谁站在那里。哎呦，那谁跟谁？我跟谁？那是我啊！我来不及先拿一个冠军了。来，兰博去冠军，那我来变第一名。来，大哥，废话，台湾滚！还要把他给弄给，给温家五毛呗。温家，温家，就比啊就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来温家，只要输了，那是个不。选这边啊，好啊，没差啊。问一下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英文好不好？你英文还可以。好。哇，速度有加快一点哦。你拿到标，不要偷看到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抢！啊，抢左边，抢左，抢抢你右边的。抢不到。好，快点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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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，快下来。你还抢我？快下来，快下来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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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快快快。第几个？第五个。卡住了。小心，安全钉。教练，安全钉，安全钉。黄哥。全团拿到都。快点，快点，鞋子也没有我的，哎，你看，安全帽又这么小，他现在要打脚底板，他们一定要打我。对呀，不然两个完全被打了。
都通过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，愿意接受挑战吗？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不打扰你了，感谢你，拜拜，感谢，任务达成，来还他们，还你们，好，拿走，没有，好，直接马上问人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们是卫视中文台的观众。我们的节目就是问你们要做什么，你们就说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就好了。哦，下次来。No， 不是，是你们等一下要去做什么？好，吃饭。怎么那么好聊天？本来是我们问你的时候你讲，然后我们就要跟着你。对，可是你已经怎么那么好聊天啊？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来去了。对，怎么那么单纯啊？我们没有不行吗？没有作假的。谢谢 Sorry 哦，谢谢你们，可以继续吃。这什么口味的？感觉很好吃。巧克力还是芝麻？巧克力麦芽刷牙。哎，两只49。难怪你们要买。我想吃。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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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叫3只好不好？3只，那就4只喽。那5只。1只25，你要买几只？好，我请。我请，好，不请，他不请，一人一只，双请，罗罗请，白请吧，就好了，好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个，9只，好，谢谢。师大商圈了，来这里。师大商圈就会有很多年轻的男女，我已经看到了。男女比较能够找到情侣，因为他们比较热情。对，你们好。我们怎么不同心呢？我们是看到他们的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两位应该是情侣吧？不是。哇塞，不是情侣，为什么可以走在一起？他们是朋友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走在一起，我跟你是情侣吗？我们是工作啊。那他们可能也是。伙伴吗？不是情侣耶。我觉得这个不用讨论，我觉得几率应该不高了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不要先走，不要被我们发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这是你女朋友吗？你们真的是吗？对。女朋友，同学，夫妻脸。因为我们要找情侣，不是情侣。哪里有情侣？你男朋友是谁？你认不出来？男朋友是谁？现在如果不认，那就真的不是人了。男朋友吗？好，在一起多久了？快4年了 ，OK 了，可以吗？师范大学的，交往4年的男女朋友，我们即将乱入您的生活，请问现在要干嘛？上课。啊？叫歌剧大师作品。等一下，是通识课。歌剧，歌剧有参加演戏，演戏有穿罗碧欧与朱丽叶的秋剧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很久了？你是憋很久了。他跟我。好，这要去吗？我们问了就要去嘛。对啊。好。我们可以先跟你们到现场去问老师，看可不可以跟你们上课。好，上课。老师你好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是卫视中文台的冠军任务。然后呢，我们呢刚刚问到你们学生，问他做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他来上课。对。我们可以跟他一起上课吗？我们可以先去站在后面就好了。我要。可以吗，老师？好啊。问同学，我问了罗老师，罗老师说问你们意见，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上课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杀猴人也，你刚刚也，洪哥，你刚刚在滑雪的时候怎么没那么不会那么有精神？滑雪，你现在怎么那么有精神？滑雪看打人是两种心情啊。哦，对，你这个要靠自己，好有精神。对啊，谁踢的游戏嘛？对啊。
那我们先从女生来。我打女生啊，我数到。哎，打得不够大力就换。要换人，换人，再来换人。一，算了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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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。哦，我好响哦。哎，你看，你打到他还会笑，一般打完都哭的比较多哎。对啊。一二三。哦，是不是太轻？太轻了，太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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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太轻了，等一下，谁讲啊？但我。为什么？太轻了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啊，好痛！不会了，不会了。一。啊，好痛啊！好痛，我脚很久没见世面了。来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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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脚很薄啊。不要乱动。一。二三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你的记住感觉，没有人记住这感觉，好，记住了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往下一个，看你的下一个，鳄鱼，好了，用力哦，陈金东，陈金东，而且哦，哎，你让你反手不好打，可以的，一二三哦，要打到扎实，毛脚打，没有人打两只脚的，等一下，一二。等一下，干嘛啦？不打就打了。你喊，你喊，说打就打了。你喊，你喊，我不要喊。一、二、三。哇哇哇！你用杆子来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打人就不会怕。我感觉我整个人很有文学的素养啊，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心灵非常非常的充实，非常非常的饱足啊。无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会肤浅。好，我们在你们深入深，是不是？刚才上课过程中有没有用到手机？有，我刚刚有看到他在用手机。不要说谎。OK， 我现在因为这是侵犯到隐私权，可以问吗？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刚刚的内容，传出去的东西吗？哦，哎，厉害哦，哎，他跟朋友聊天。Wait， come on， 来来 ，challenge me， come on， 干嘛一直挑衅 ？challenge my 口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刚刚的内容，传出去的东西吗？哦。哎，厉害哦！哎，他跟朋友聊天。他有朋友说想跟 NONO 拍照，有人说哈哈太无聊了。这个妹妹呢的手机完完全全没有我们要的线索。男生就不一定了。来来来来，这是他妈妈的。妈妈，哎，妈妈哦。3:54。那女生的昵称叫妈妈是吧？我说真的，你们没有蛮乖的，要好好把握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可以如愿的考上老师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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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不算下课了吗？课程算上完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跟你们一起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那我们就继续往我们的任务继续喽。阿雪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你好，帅哥你好。你刚刚下班的？对。我看你刚刚好像坐在那边就是用手机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聊天聊天，在聊天，在聊天，在聊天，高中朋友，跟高中朋友，那感情是最好的了。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等我们一下，等我们一下，我们稍微聊一下。对对对，好。那聊完了，可以放侦探，放在他前头侦探哈。虽然我们要跟跟之间那个乱找乱找，哎，等一下，对啊，玉树真不打。他有可能下班去找女朋友的。他是先回城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的时间。我们本来对想问说，想要跟你一起去完成任务，对，又怕耽误你的时间啦。对，对对对，那最主要我们也怕找错人。对啦，我怕不是我们就是命中注定。对那我们还是稍微问一下，你现在要去哪？对，你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我打算去考期中考。等下考期中考，第二间部，第二名。德明哦，对，这附近附近而已啊。哦，考期中考，假如希望你考试顺利了。对，考运很通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没有时间了，上个课两个小时了。天好黑啊！天都黑了，所以我才感觉到没时间。就是找情侣就对了啦。好，哦，情侣。哎呦 ，Hello， come on。嗨，你们好，我们是卫视中文台冠军任务，是情侣吗？不是，这为什么现在不是情侣？男生女生可以走出来啊？而且他们是朋友，对，不能这样讲话，走在路上的人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，
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开会。他有女朋友，他没有男朋友。对对对，他们就是怪怪的。因为他们又不是情侣，我们怎么会找他们？找他们是不合理的。可是男的有女朋友，他可能会传清水给他女朋友。好，帅哥美女，经过我们的评估之后，我们要跟你玩一个非常残酷的游戏，就是我们要乱入你们的生活。请问现在要干嘛？我要去内部训练。去哪里？这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沟通的一个。又是个诈骗集团了，又是个诈骗集团了。潜意识沟通就看不到的沟通，我们可以去吗？我可能要问一下老师。那我们就直接先到那边去再问好了。到那边再问一下老师，好不好 ？OK， 怎么去呢？专车。坐车。哦，好 ，OK 啊，坐。心灵治疗啊。不是，是潜意识沟通。如果我说这是咖啡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我们也没办法让一个人认为他是咖啡。朋友，因为他前一次刚出生的时候，资料库是空白的，所以取决于谁给你输入资料，我们会认为这个是白开水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人的人生经验，很多人都跟我们讲白开水是这样子的，咖啡是那个样子的。而这个就是我们潜意识的资料库。这个人他觉得工作很无聊，或者读书很无聊，他要改变这个想法，他是不是告诉自己说工作是很快乐，工作很棒？那是因为他告诉自己的时候呢，一直在分析，一直分析之后从里面抓资料，里面的资料库工作就很无聊的。你只是把意识打开的时候呢，再告诉他，其实你真的很棒，很了不起，给他接受了。再把意识带回来，哎，资料库变了，来，他对外界进入。如果有人想象自己的手被黏住，想之后试试看，就黏住了，是不是有点夸张？这应该算有点催眠。可是如果是由你们自己做，我们会黏住。由你们自己去想，我们有个呼吸法，是三次深呼吸，第三口气要憋住，吸一口气。然后慢慢的把气吐出来，呼完这口气，呼完这口气，身体放松下来，放松好之后呢，就开始握手，想象着从肩膀开始，从这边肩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胶布开始绑住你的手，绑住你的手，越绑越紧，越绑越紧，一直绑到手肘的部分开始，一直往下，越捆越紧，越捆越紧。前面出现一个很大的老虎钳，紧紧的夹住你，握住拳头。要试试看，我会发现你完全黏住，拉不开，怎么样？拉不开啊！好，我数到三哈，你张开眼睛，手捏得更紧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眼睛睁开，手捏得更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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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说一起，试试看，拉不动了，拉不动，拉不动，你也拉不动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更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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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痛的，对，好。现在手很紧，但是却没有不舒服感觉。来，那我把你解开。一、二、三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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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手恢复力气，双手恢复力气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双手恢复力气，双手恢复力气，双手恢复力气。很痛，对不对？双手恢复力气，拉不开，对不对？我拉不开，我拉不开，好可怕。这两个还没有解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们了。我数到三，两只手松开来，一，双手恢复力气，二，慢慢的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三，试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。够了，怎么可以？来啊，你们好。应该有看过我们节目吗？我们是冠军任务。有。有吗？有。所以大概知道我们的节目怎么玩。两位很明显的看出来是姐妹吧，姐弟情。跟我姐也会牵手啊！是啊，我跟我姐会牵手啊。所以两位是情侣吧？对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你们两位在一起多久了呢？大概一年。一年哦、喔，一年的时间。这个男朋友对你做出了浪漫的事情。贴心哦，送便当吧。哇，送便当！他很有亲手做的便当送你。对对对。哇！好棒哦！不好意思，我有这样的男朋友，我就嫁给他了。接吻了好不好？好，他们两个这么甜蜜，感觉这么好。请问你们现在要干嘛？
妈去餐厅吃饭。吃饭。方便问是哪一种料理呢？大概是日式料理。日式料理。喜欢这么喜欢的。哎的，日式料理暗暗的。快走走走走，那我们跟你们一起吃日式料理，走，往哪边走？往哪边走？可以吗？耶，有东西吃了，有东西吃。他们感情都是很好，是什么时候的同学？工作认识的，对对。上菜喽！风尾塔，尾的尾鱼塔，很多中间是双目比目鱼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哎！比目鱼超正点的，入口即化。最近这个哦，搅拌完，然后怎么下去搅拌？哎，师傅可不可以直接帮我？哎，师傅这边请，师傅这边请，这边请来，这边请来。师傅帮我做的，我这边先把饭搅拌。师傅帮我，对，帮我搅拌。我用蛋黄，不能用蛋白。它里面有那个，这个是苹果丝，苹果丝有鲑鱼和鲑鱼，哇，鲑鱼，口水已经流出来了。可以美一点。你是宅男女神，被人家说你可以美一点。我觉得很鲜，为什么很鲜呢？是因为苹果那个鱼啊，其实有点油脂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苹果的鲜甜，然后跟清爽。我觉得它很聪明，因为它除了鲔鱼之外，它还加了一点鲑鱼。因为鲑鱼其实它那个油脂是更丰富、更甜的，那鲔鱼吃起来它的那个肉质是比较爽口的，你知道吗？爽口的加上油脂，它其实两种鱼在一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其实那个鱼的软嫩啊，它又加了很多苹果丝，那个脆口加上那个软嫩，其实这样搭起来非常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平衡。OK， 厉害哦 ！OK， come on， 来 ，challenge me， come on， 干嘛一直挑衅 ？challenge my 口感 ，come on。你相不相信？跟我握个手去找你。我真的不相信。不相信对，我们来握个手好不好？可是我又害怕睡着，就睡着啊！你又不会失身，你就怕，你就真的来。因为你如果真的不来，睡 break time， 脸皮就汗已经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是个性好，不是没有脾气。因为你如果真的不来，睡，放松，放松，进入极度深层状态，更加深，更加放松，完全的放松下来，越来越深层，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放松，彻底的放松下来，更加深，更加放松。我数到三，你再清醒过来，精神变得很好。一，慢慢清醒过来。二，三，张开眼睛。干嘛？刚发生什么事？你有感觉吗？你什么反应？你要跟我们讲啊！就一拉就，他叫我睡我就睡，我就他我就会睡啊，我就会睡啊，我告诉我就会睡啊，我听到讲话，呼吸声我都听得到，可是我是倒的。我听到倒呀。是吗？对，是吗？看你好假，可是你平常都在演睡。你就那个很假的，那你要不要那个握手？放下激动，完全进入极度极度深层状态，更加深层的放松，进入更加深层的深层状态。从来没有这么深层过，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。等一下，我从一数到三之后，你就醒过来。但是你发现到你醒过来之后，不管怎么样，就说不出自己的名字。你记得，可是你说不出来。你记得，可是发不出那个声音。一，完全说不出名字，喉咙卡住，舌头打结一样。二，完全说不出姓名。三，睁开眼睛，清醒过来，说不出名字。来问他名字。那叫什么？什么名字？说不出来的。叫什么？老师，你叫他说，你叫他说啦。你对镜头做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Nunu。再讲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Nunu。啊，我等一下。我叫。等一下。我。孤丸鱼。
玩具。我数到三可以吗？一二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东东贵。老师，我们可以请你跟这位粉红色衣服的女生吗？我要回家。对啊，数到三，看一下回头之后，说出名字。一、二、三，名字说不出来，先卡住。一、二、三，完全说不出名字。你看。你叫什么？说不出来嘞。他的名叫什么名字？范心你叫范心颖吗？他的英文名字是星星啊，我的英文名字。数到三，说出英文名字，一二三。我求你。我觉得好可怕哦。百年你。好我的。可以了。你不能够了吧？对对对，来，我放开你之后，再说出名字了，一二三。可以够了吗？开着开着，这是什么？比目鱼，这是什么？比目鱼，对，叫做松露比目鱼握寿司。对对对，来，阿妈 challenge me， OK？ 好，它上面有松露。我觉得松露比目鱼啊，哇，不一样的口感哦，嗯，好香，就是那个油脂散在满口，然后再混合那个饭整个包起来，然后再搭配上那个松露酱。好香，满口是香的，好好吃哦！帮你介绍一下，请我贵宾示范一下怎么样讲口感。你们老师说的，讲的好香好香，这个比目鱼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弹性非常好，然后再就是它的香味是你一吃完就会炸。对对对，我有一个队友林志杰，他弹性也很好。但是不是比目鱼？那你弹性是不？我还可以，因为你不会灌啊。你可不可以大家讲好讲好？你说不好意思，我说差还还还还记得很好，然后呢？香味总会炸开的感觉。炸开，从嘴巴里面冲裂。然后呢？换你想了啊，你是主持人。怎样？我还没想到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很特别啦。这其实它这比目鱼，我觉得它的炙烧的程度拿捏得很棒，很快，它不会让你整个就是很快融化，你还是可以慢慢的有一稍微咀嚼，还是有那个劲儿，再加上它的那个松，整个味道就是你会觉得五味杂陈，但是最后全部融合在一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。因为我就觉得它鱼肉在咀嚼之中，因为我本身是有加那个鲑鱼卵一起。它在嘴巴破掉的时候一起混合吃就超好吃哦，然后对对对，我觉得他讲的很平实啊，但是你有时候讲口感在了，对，讲口感其实不用讲太多油的话，不要反正对，不要先这样子，我都是跟靠讲。所以我用短短五分钟教你一个方法。让你们讲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话那么有效。记住三次呼吸法，而这个呼吸法的话呢，第三口气是憋住的，所以第三口气就是吸了之后呢，要呼出来，内心对自己说憋住，憋住，憋住，三、二、一，再把气呼出来。呼完之后，对自己说：我每天自信乐观的过生活，我每天自信乐观的过生活。它也会变成真的，而这个呢，大概两分钟，你念两分钟就进去了。你怎么知道过两分钟呢？很简单，设个闹钟哈。但是这个闹钟必须是那种滴滴一下就好了，不可以叮叮叮，因为你会被吓到。滴滴，哦，我知道，两分钟到了，把自己叫醒。怎么叫醒？对自己念，一、二、三，清醒过来，精神很好。谁刚才有听过吗？欢迎老护理的话，里面一二三，清醒过来，今天真好，解开了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就先休息十分钟。好，对，休息。对，休息十分钟，然后再接下一个。精神饱满，精神饱满。
容易。对，好，传短信给女朋友啊，男女朋友。OK 的 ，OK 的，无所谓 ，OK 的 ，OK 的。我们可以看吗 ？OK OK。你传给谁啊？传给谁？你女朋友。真的吗？这要征求你的同意。对，我看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。这是跟饮食有关的。真的吗？那天深蹲两百下，你今天做深蹲两百下。我教他做。还是你女朋友做两百下？你教他做两百下。你女朋友做深蹲两百下。为什么要这样挑剔女朋友？你做运动了吗？深蹲呢？不是这个吧？哎，你尖叫不会大舌头哎！废话，尖叫是大舌头。亲爱的，我等等大概十点多下课。这个就是啾咪的意思，这是亲亲吗？爱心的是亲亲啊。是亲亲吗？对啊。各位，我们有亲亲铁主了，红队又获胜了。所以你刚刚选讯的时候，确定传给女朋友，有传一个亲亲的符号，对不对？是女朋友吗？她有拍到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冠军任务，红队获胜。潜意识，阿孝远的惩罚来喽。说真的，对，就很感谢他，就是每次可能因为客人受气了，回家的时候就当出气筒，对，他就让你对不对出气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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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？好，感谢你这么辛苦帮我分面单。冠军任务，知道吗？干嘛？奖杯拿来，快点啦！奖杯拿来了。至少你们要先吃一下蛋糕，讲一下口感。那是 OK 啦，蛋糕是海鲜蛋糕。好，那奖杯你先留着，你先留着，反正我们赢了就对了。不会慢的，我帮你收一下。啊！假的。什么东西又慢了？另外一边，他们比你早五分钟享受这胜利的快。天啊！你。我天天放红吹嘞！好啦，我们还是要来享受一下我们临行前的这个最后一海鲜蛋糕。你看它做的其实很精致，超亮哎！你看它一层一层嘞，那没办法一口吃掉，还有那么多料，你看好丰富啊！嗯，好多料哦，好精彩哦，有那种蛋糕的那种软黏，还有黏头去。每一层的那个饭里面呢、啊，它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料，比如说像蛋啊，然后像这个鱼卵，然后虾子，然后甚至还有这个，你看干贝，哇塞，它上面有松露了哈、哦，它没有松露，对，料好实在，太棒，好好吃哦。小浩哥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什么问题？你不觉得辣吗？我蛮辣的，因为你刚吃了一片马莎拉米。为什么？马莎拉米不是放在里面的吗？因为马莎拉米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叶子，就是我还帮你推一下，帮你送进嘴里。可以吃啊！他现在越来越直了，你看，你看他真的吃的那个一直在流，对，汗已经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是个性好，我不是没有脾气。好，你要记得。不是啊，我们吃饱了、啊，还要请我们吃什么？来，大家都玩过抽桌巾的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我只玩过抽钥匙，没抽过。没有玩过，刚好趁这个机会，我帮你介绍。我只玩过抽盲肠。割盲肠。然后讲一下抽桌巾的游戏，它的方式就是你要把桌巾抽起来，所有东西都要在原地不动，不能掉下来，它也不能在桌上打翻。啊！那你们三个，只要一个人先出来抽，那另外两个，只要这个人没抽成功，另外两个就会被砍价吧。好，你先来，真的，你先来。对了，你看他一直推荐，因为你看起来是比较稳的，比较稳健。对啊。好啊，那我们上场吧。第一把准备，你等一下数一二三，等一下弹的时候数一二三哦。我要拉喽，拜托成功。我肯定要下来，有点声音我都会有点会跑出来啊。我有在憋气哦。朱吉拉皮，这样子。轻轻的再往下。
冲起来了，换我好了啦。没有我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来照顺序排的，这种都是照顺序排的，好不好？来喽，第二棒换我喽。你到底怎么叫？快一点，这样很恐怖。快，快的，你是要往下还是往往后？往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对对，往后这样子拉。对，两边也要拉平。我拉平，我平的啦，自己哦，捶自己肚子。